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杨宗纬、袁瑟歌友会广州站的现场。这里是中山纪念堂，是一个非常充满很多故事的地方。虽然环境很大，但是我们的声音非常的嘹亮。我们主办方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的灵魂可以和我们今天晚上最佳男主角的声音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待会儿应该要静静的去欣赏这一个歌友会，好不好？好。但是你们的偶像在你们面前怎么有可能会那么低调，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让我听一下你们自己的存在。三二一， Good, it's good。 不着大家时间，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晚上的最佳男主角杨宗纬。
场降落。